文化。左低右高，撇在横画中间偏右起笔。撇写完之后写竖画，竖画上面稍微抽一点头，向下垂直，长点往上面靠，由轻到重，尊。里面这部分的话，要写的笔画写的细短小，不要写的太宽。要稍微窄一点，笔画要紧凑。横画，横与横的间距要稍微近一点。竖钩要短，然后向下垂直。往右上方去，点挨着横画，注意看一下，两点，再点到正下方反折，捺笔。向右下方伸展，包住上方，注意这个横与横的间距要小一点，基本相等。放横要左低右高，向右上方斜，横笔不要写的长，要写的多一点。撇相对说要直一点，向下。捺笔向右下方伸出去，长一点。下面这个横画尽量往上面靠，不要写太长。这样的话，我们看一下横间距这边相等，竖画是在这个中间，要用垂落竖，垂直。上面出头短一点，下面出头长一点，上紧下松。横画要长一点，下面这个横离低横要近，口倒梯形，上宽下窄。横与横的间距基本相等，注意宽窄要对比，口这个竖要向下出一点头，横拖住的竖的笔画